business, my business.今天我们给大家带到的是澳大利亚原产的新鲜牛肉的特惠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288元，大家带回家的是整整7斤澳大利亚原产的牛肉，而且我可以毫不夸张地告诉你，这是春节以前你吃到这个牛肉的最后一次的订购机会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。好，我们紧接着回到现场，就要给大家开始隆重的介绍了。先除了我之外呢，我还请到了我搭档吴英红，还有那个来自于和平饭店的大厨，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牛肉到底有什么好。首先欢迎两位啊，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价格情况，看一下今天买3送2，买牛腱、牛腩、牛仔骨送牛尾以及牛肋骨，东方购只要288元。我想问一下，这市面澳大利亚牛排，南京不兴的国产的，就在嘉兴40块钱，便宜，国产的。